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 Mi，又翻嚟 Mi 教练讲解剖学。今日我就用解剖学嘅角度同大家讲下呼吸错误引起嘅痛症。呼吸系统系人类赖以生存嘅基础系统，而人类咧就往往睇少咗呢个系统对于身体协调嘅需要。咁点解平时我又唔发现自己呼吸有错嘅？原来我哋出现慢性痛症嘅原因咧，就因为我哋呼吸不正确。但系原来呼吸不正确都唔影响我哋靠呼吸维生嘅，所以咧就会好迟先发现到呢个问题啦。因为咧喺呼吸嘅过程当中咧，身体系会募集唔同嘅肌肉去帮手协调呼吸，而呼吸嘅过程协调唔平均，亦都会影响我哋肌肉嘅使用不当噶。所以呼吸紊乱是特别容易形成痛症的。真的估不到原来呼吸都有这么大的学问啊。下一集我就介绍几个不同的呼吸法给大家练习。如果你喜欢这条短片，就请 like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啦。下一集见，拜拜。